大家好，我是 Gary 张友义。在工作上，我常常需要拍照和制作电子 DM。在生活上，我也常常拍照和亲友分享。以前遇到拍照的结果不如人意，比如说背光太暗或人太小、构图不好等等问题，造成难得拍到的照片却不能使用。后来上了小钟哥的手机修图课程之后呢，应用一款免费好用的 APP， 就可以将照片的问题起死回生。朋友们还夸耀我是修图大师呢。在制作电子 DM 方面，以前都会需要用到非常复杂的电脑软体才能够进行，还要把照片先存到电脑中才能够操作，这十分不方便。自从上了小钟老师的手机制作 DM 课程之后呢，无论是去背、是贴图还是上文案，使用三种免费的 APP 就可以在手机上轻松搞定，直接分享，快速方便又有效率。小钟老师上课呢，采用小班教学，他把操作流程一步骤一步骤拆解得非常清楚明确，手把手的教学加上大量的案例分享与实际操作，让我在课程中就能学到实用技巧。课后老师还将学员拉群，常常分享讨论并传授修图制作的实际案例，鼓励学员能持续应用创作，让我不但能学到还能够用到，使我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，也丰富了我的生活。所以我非常推荐小钟老师的手机修图 APP 课程与手机 DM 制作 APP 的课程。如果您知道小钟老师最近有开课的资讯，赶快报名参加哦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学习用手机好好的来运用拍照、修图、创作，丰富你的生活，提高你的效率。好，谢谢各位。